之前在超市里面看到了光明的优贝和这个新鲜牧场搞活动，然后之前微博上很多人给我安利光明的牛奶嘛，然后我一直都没有喝过，然后这一次就买来试一下。之前 前一天已经喝过一次了，我觉得确实味道还不错，光优贝的还没有喝的，喝了再跟你们说。为什么这么拼呢？因为我们其实都是排名十五个姐姐排名都是倒数的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。在这个舞台上为什么选木兰这首歌，我也觉得我们希望可以有木兰的精神，像个战士一样，像个将军一样，为了自己的心中的那个小火苗去拼搏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的努力。然后因为我们十五个姐姐其实前面两组都挑战失败了，我希望我们可以最少能为我们十五个人争取到三个名额，因为我们十五个人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。可是对我们十五个人而言，我们是要离开这个舞台的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想留在这个舞台上。希望大家都来一个，谢谢。我们一跳，谢谢。好，说得很好。对啊。我有句话想说，是这样的，其实我们几个在台上被这一段拉票宣言想了很久，大家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你们说才能让你们投我们。我们真的想了很多，到今天早上。我说我没有信心，我爸说没事，努力。我自己也是。蛙姐生可爱甜姐陈妍希，蝙蝠生美音甜姐阿兰。重新归零，聚在了一起。他们说他们就是无限可能。好，有请乘风守擂组的容祖儿、陈妍希、阿兰带来的归零。我是这么的，真的，我觉得我们是。哎呀，谢谢。哇，太紧了吧。
天准备做一个日式的照烧牛排饭，本来是想做照烧肥牛饭的，可是那个家里没有肥牛了，就先用牛排代替。就是这球。可谁有时间能做这样的事儿啊？如果是现场有三个人已被目击，就是金、萨、陈在这儿的话，在卫生间的欧和自称在柜子里面晕倒的张，是有可能的。你是在厕所是吧？二楼的。我在厕所的。我们在没有入场的时候，就没有听到你惊呼的时候，只有他一个人是不在现场的。我们在现场只有他一个人是不在的。对，都干嘛这么快就锁定了？朋友们，我们开始搜证了啊。你别踩了自己。这还有血，这还有血。哦，有血，有血，是有血的。所以这是拖过来的呀。啊，等一下，这全是血，这里有血迹。这个，等一下，这个水有可能是不是别的东西？这有可能是胶皮，是一个功能。他怎么知道他一定走这个位置呢？我要去看我想看的房间喽。哎呦，我们好莱坞乌镇。小票要吗？啊，不要。好的，谢谢，请慢走。
感觉我好一点了嘞。这边送你一个招牌那个昌城吐司，你可以尝一下啊。好的，谢谢。